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今天我们来玩了这款游戏呢，叫做 Piggy Hockey Cupcake Party 碧琪的杯子蛋糕派对。开始我们这游戏吧。这款游戏是不是很欢乐啊？没错，是很欢乐的。那么你以为我在玩什么欢乐游戏吗？其实不是，这其实是一款恐怖游戏啊。但是这音乐的话，仿佛就是一款欢乐的游戏。这游戏呢，就是跟彩虹小马有关的。彩虹小马的话是美国的一款玩具，后面的话也出了动漫。这只粉红色的鹿马呢，也有直译翻译成平奇派啊，也可以叫它碧奇。另外的四只，这只白色的叫瑞瑞啊，是一只独角兽。橘色这只是一只动物，另外的蓝色的叫云宝，是一只天马。这只的话叫加尔，这是作者的房间吗？这不是英雄联盟里面的破炉吗？哇，这个穿墙穿的这么直接的，这又是谁啊？这不会是作者吧？我得出去啊！首先说明一下，这真的是一款恐怖游戏，以至于它这个音乐太欢乐了，搞得我自己好像真的在玩一款很欢乐的游戏，可以跟这些小马儿聊天的。有蛋糕，这些小马干嘛了？脖子被扭断了吗？出现不正常的画面了。我刚刚拿了他蛋糕，我只是拿了他蛋糕，就把我转移到这种鬼地方了。一把刀，到底是谁在哭泣啊？这个门被锁了，我出不去的。有没有什么出去的方法？哈哈，我找到了个下水道。什么鬼？你别吓我人啊！这个女人的哭泣声不会就是这个彩虹小马的吧？他们还会说话吗？不对，我怎么觉得声音就在我旁边啊，好大声，好像就在我隔壁。有把钥匙，所以说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？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能不能给我一把刀？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一把刀会安全一点。防身嘛，你看，又是那个破锣的标志，这个被锁了。我现在是要找到那个哭泣声发源地吗？看到没有，这只白色的。我得记住这些路。这个可以开，走开。这个箱子把它挪掉吧，下来。这看起来就很乱。我找到了一个道具。好的，这里没东西了。我得把他们全部救出来吗？他们这箱子设计还真的巧妙啊，刚好把那门全部给我堵住。闪开！这些罐罐给我闪开，我进去。糖果，我找到了钥匙了，有钥匙就方便了。虽然说我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开哪里的，总会有用的。开这里的啊，糖果，我没掉血，我拿这个糖果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些马儿全部被困在这边了。不对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说嘛，有遗漏。他这游戏设计的还蛮简单的，你看，他只是把东西全部挡住。又是你！去一刀什么鬼？就是砍了我一刀对吧？那个糖果是用来回血的，我不应该。把它开起来，不应该把那些糖果吃掉。我进来了，小瑞瑞，我来救你了。我拿的那个扳手，奇怪了，为什么抓不了？这边有来过吗？没有吧？吃一个糖果回复一下。这边的箱子不能挪啊，这里的箱子能挪，说明呢有东西藏在里面。这个作者的思维很简单啊，就是有东西藏着的话，这个箱子就能挪动啊。这是在玩箱子游戏吧？我跟你说，等一下那只白色小马又会出来吓我一跳啊！大家准备一下，他又会出来吓我，无端端的那种。这次没吓我了，这次是一只什么鬼？碧琪，你在干嘛？碧琪，你没事吧？碧琪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碧琪，我如果拿他的钥匙，他肯定会过来砍我，信不信？哇靠！走，不对劲。我靠！这里的隧道是……呦！这隧道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长了？我靠！别！哥，我回来！哥，叫你一声哥！我靠！加速！
shit！ 哎呀，这隧道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长？哇，这是迷宫吧？直走往左，再往前，再往右，再你也在，我大概记得了。直走往，你开什么门啊？哦，不对，这谁都能绕晕啊，是个人都会把自己绕晕啊。来，给我起来，来起来。哦，怕你有死。走，卡个球。回来了。哎，又回来。哦，走。啊，吓死我了，我被他卡了两刀。哎，奇怪，我被他卡了两刀，我怎么没过啊？纳闷。哎，哭的是他。哭的最大声的女人是他。等一下啊，我等一下就救你家了。来，出来。哇，真的是他在哭啊，声音没了。来。我怼你，让你哭半天，让你哭没用啊，换一把。我怼死你，好像也没用。那只马还在里面吗？啊，他怎么挂，刚刚还活灵活现呢。这边不是，这是我的出生点。哦，这边。哦，有糖果。哦，安全多了，感觉现在应该可以挨三刀了。来啦，不要再笑我，不要笑我啊。哦，佩奇，喵喵，什么佩奇啊，小猪佩奇。碧奇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妈呀，他拿着把刀来啊，跟你死过。你干嘛拿着把刀？我刚刚有一只彩虹小马满身都是血，他以为我把他干掉了，他护着那把钥匙。不会是你干的吧？嗯，碧琪，说话，碧琪，钥匙我拿掉了。不对，我就不。No shit！ 哎，不对劲，关门。什么意思？他把门给卡了。哎，这游戏跟我之前玩的圣诞老人有点像，我只要跳上去我就无敌了。哎，你能不能说你拿这把刀是干嘛？我有钥匙，但是我出不去。我不会把自己卡进去了吧？来，哦，我还会闪避的。来，喂，没用，玩个锤子。这个门是锁上了，我跟你说，所以说我们得找到秘密通道。哦哟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一只。哎，它在这里。那里面那一只呢？哎，不见了。这里应该有一些隐藏的开关才对吧？把这些子全部挪下来。哎，我看到了。不对，我一打开它就会。耶，你还好，我也不蠢。哦，他不会出来吧？啊，不是吧？我得去把那开关给关了。我刚刚还想说把那开关给关了，让他在里面不要出来。我拿到了一把钥匙，所以说这把钥匙是开哪里的？随便开一下了，这里的啊，是这里的。耶，没跟过来，关门。好了，这其实就是这只粉红色小马的派对，他把其他的小伙伴全部抓起来，然后肢解吃掉。哦，我操！这干嘛？我应该把它收起来。实在话，哦哟 ，shit！ 这里可以上去的。哦，转移了。这里有个装置，这里还有其他小马的哭泣声。哇，你看这只独角兽，这游戏内容还蛮多的。哇，你看他是要把他们抓起来，然后弄成杯子蛋糕。这就是杯子蛋糕。我觉得这里你看有个装置。好的，我打开了。哎，你看这下面还有东西。好的，我可以下去的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上去啊？来，掉一个桶下来。对，那只幽灵马呢？
怎么不出来笑呢？哦，我就说刚说完，不是我害你的，你别过来找我，你去找其他人。哦，他要扣我的血，我就说怎么那只幽灵马，哎，有钥匙，怎么那只幽灵马没出来吓我？他应该是死去的其中一只彩虹小马，然后呢，那个灵魂呢得不到升天，应有头债有主，是那只粉色的小马搞你的，我也是无辜的，有糖果。哦，满血了，满血就算了，把它拉上去，这里呢也拉上去。好的，下来。这里又是哪里？哎，云宝在里面。哇靠，他们哭泣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云宝，我来救你了。也是放不了的，这地方用不用这么多开关？设计了那么多开关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哦哟，又是你，多少次了已经？有完没完？哦，这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了？过分了，我就觉得这开关这么多，开到最后肯定又会吓我一跳。哦，又来，多少次了？这已经是多少次了？我跟你说。哦，好的，能开的我都基本上都开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越来越复杂。哦，有钥匙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啊？我就是从另外一边出来吗？这边呢？哦，就是其中一只了。好吧，这游戏的话，你看，由于是它这个粉色的屏幕啊，所以说你对久之后，再加上不停的来回晃动画面，玩多了你头真的会晕。而且我还没找到那些装置在哪里。太复杂了。那么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要拿到一个扳手，然后把这开起来。这个礼物的话是需要密码的，密码的话是直接看桌上的蛋糕的数量来确认的。最后我们再逃出去啊，然后这游戏就会通关了。如果你没有救出全部的马子的话，最后还是会失败啊。你只能救出全部的马子啊，这游戏才会成功啊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彩虹小马就玩这里吧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恐怖小游戏彩虹小马就玩到这里啊。啊，不行了，我得去走一下，不然的头真的晕了。哇，我看这屏幕，粉红色屏幕看多之后啊。See you.